欢迎来到胖麻修跟老爬的频道，我是手残老爬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戏子，戏子也很有名的，戏子很有名的什么东西？西湖钓虾场。哦，我们在这边走了好几圈，你知道吗？一直绕，一直塞，一直塞。哎，找不到怎么进来。都在塞牙齿。我们开到外面有一间加油站，叫中油伯爵加油站。在什么路上啊？戏子戏湾路一段，然后你要从加油站绕进来，就开得到钓虾场了。开车、骑车都很方便，因为他们外面都有车格哦。那我们先进去看看吧，走。那我们来看看西湖钓虾场里面的环境吧。门口一进来，我的右手边，麻烦要做好实名制哦。大门口进来，我的左手边是综合池，池好大哦，超大的。我的右手边是母虾池，但是母虾今天 QK 啦，是哦，不是钓鱼池啦，下。因为里面只有一叠椅子而已。好了，那我们再往里面看吧，走。再来，我的左手边是综合 A 池。看来这边都是大池。对啊，好像又要落赛啊，算了，没关系啊。再来，我的右侧是错鱼池。然后再往里面走，正中间柜台。再来柜台的左侧还有零食区耶，好像干妈店哦，超酷的。干妈店的边啊是本所哦，在干妈店边啊看起来像小隧道的地方，那是厕所啦。那我们先来准备装备，来开灯做钓吧。超酷的，还好。今天才开始放哦，昨天才开始放，那我很幸运哎。现在是老板娘教学，老板娘有人说你跟姐姐长得很像吗？背有啊，声音也很像，背也很像。我们今天进来的时候看到你的背影的时候，我们以为她在这边。对，所以老板娘的偶像是刘德华吗？不是。那为什么都是她的歌曲？我胖胖的，你胖胖的，不是因为她是你的偶像吗？我们刚刚一直在怀疑说，其实你的偶像一定是刘德华，要不然怎么会一直在听他的歌曲？这是跟放给客人听的，不是放给我们听的。哦，不要误会。会要求换歌啊，真的啊？因为有时候可能 repeat 两小时，被发现这样。注意到。我发现妹妹比较高。对。好了，好了，可以拿。好。哦。好酷哦！哎，真的呢，质感不错。所以这是什么牌子 ？Touch Kobe。哎，上次那个欧雄在提议说他有什么要改良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人提议说里面要卖他们的手摇饮料呢？对，如果他这次又有提出问题的话，我一定会说麻烦开一个饮料摊。我们要去见谁？叮当。哎 ，Hello。啊、真的假的？就是他生气，他吃不够了，从饭店。生气啊、喔！他为什么会生气？哎、欸，我摸到了。你摸到了、啊？哦、嗯。哎、啊，他的毛好粗哦、喔，超可爱的。好好好好，阿内娜。可爱的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人家说的什么麝香猪吗？它是麝香猪的。哦。啊，超可爱的。变神猪。今天使用的虾干是高潮虾的虾干，阿波是使用汤帅手做导弹波，这颗是3.2分的。天平是使用老司机天平 Pro， 准备好了，来去开单，待会见。我们开好单了，今天钓综合池2竿，那这边的话它是会预收3个小时1000块，那我们今天只准备做钓2个小时，
那就先开掉吧。柜台有提供免费的虾米哦，准备烙赛开掉。哦，这么快。哇，大只哦，好大只哦。奥达开壶，我发现老板娘今天穿连身的，跟欧雄的老板娘一样喜欢穿连身裙。其实刚刚从后面看她的时候啊，以为看到欧雄老板娘，我以为看到欧雄的老板娘。你来兼职吗？不愧是姐妹。对啊，不愧是姐妹。嘿，长得非常像哦。所以这边是欧雄的妹妹。姐妹厂，她连扛棒都一模模一样样的，蓝底白字。不是很多蓝底白字吗？那字体也一样啊。不是字体都是一样的。这样吗？想要走，看着我的眼眸，记着我的笑容和我的温柔。他这边开门场的活动啊，早上10点到10点半来开单，就有买3送1的活动，所以你可以钓4个小时。平日时段，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买3竿送1竿，4个朋友来开4竿，只需要3单的费用哦，厉害吧？去无钓虾场啊，从门口走进来啊，环境非常宽敞，一看就知道开很久了，就是看起来有年代感。但是因为他们环境都非常干净，都不会有丝丝黏黏臭臭的感觉，我觉得很棒。要把它种虾了哦。哦，正吃呢。哦，开壶，大只的虾子。哦，什么时候默默的一只？我看它忽然间沉下去了。我就把它拉起来。贪吃的虾子。突然间发现了一件事情。什么？好久我没有共用一个网子了。哦，对啊。所以说觉得今天会钓不好就对了。我想说。就好看。对，比较好看。所以今天我钓的虾子都是你的。对。谢。所以这里也是有超好吃炒泡面吗？对，有很好吃很好吃的炒泡面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我的线都挡到萤幕了，还有这样子吗？看有没有边边虾。要把萤幕整个弄下去就好。不会。哦，这么爽，还有一只。寻到边边虾，攻击角落。虾子快来！啊，虾子快来！我有点期待。我有点慌。它这边的池边偏窄，不过它池边。就是还有这边还有稍微加高，所以放枪下的话比较不怕推到池边里面去。刚刚上了一次他们家的厕所，他们的厕所很干净呢。进去厕所之前那个小隧道，你进去它的灯会自动亮，感应的还不错。钓到都站起来了。哇，贴墙壁，现在只给个机会吧。有你吃的那么爽啊！啊啊啊！买走，买走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拍照。哦，我真的都很大只哎，不是我在讲的，每一只都很大只。我是不是才钓了3只？不知道，好像啊。跟昨天一样。哦，又一只走号达到了。嘿，游到你这里了。有哦，有哦，还有点希望。哦，来了哦。好爽哦。好像大只的，哎，还好，判断错误。他跟你说的不太一样，错觉。没关系，有虾就好。又来了，耶嘿，好几架，没卖哦。我都已经不认识虾子了啦。我拿我的虾给你看啊。谢谢哦，人真好呢哦。这是虾子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泰国虾。它不是我认识的那一只啊，我要自己认识。那你加油。浮标下沉的感觉就很舒服。我真的没有浮标下沉的机会。哇，反正你要换位置。不要，老子就是倔强。哇嘞！然后看他们的那个粉砖上面还有什么羊肉炉啊，我就觉得超吸引我的。然后还有西湖钓虾场他们的粉砖上面有提供连结，他们也有 LINE 的社群，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他们的社群。哦，这是好大只哦。什么时候上了一只？就是大家可以加入他们的 LINE 的社群，然后可以先订餐，我觉得很棒哎，可以优先订餐，就不用在那边等，就一来，如果肚子饿，可以先吃饱，然后再下竿，拜拜，来喽，
还在花花摇，我可以等你。哦，哦，这个好大只的感觉，应该不是错觉吧？嗯，真的呢，大只呢。大家看起来就很好吃，我很想闻到一点食物的香味。你是饿了吧？想吃东西。掉到旺达家去。啊，说那什么情况？啥情况？为什么要攻击我的村庄？我这里村庄没有虾了，被歼灭了。嚣张什么？被你歼灭了不起啊？我怕他们在别的地方有窝啊，他赶快去攻击。耶嘿，来了。好爽哦！再等一下，哗哗的。他在原地偷偷的吃，然后就被你偷袭了。就是你原地吃，吃得好，吃得妙，吃得呱呱叫。哦，走炮哦！他游去哪里？哦，大只。有点霸道的，我怕它弹进池子里面，赶快解。他们这里放虾是用网子，才不会放虾的时候水整个喷到钓客，整个洗澡。他们这边呢、啊，下午的4点、8点跟晚上12点会有一竿一斤的活动哦。但是如果你是买三送一，就是开三竿送一竿的话，送的那一竿不会算在斤数里面哦。定住了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跟什么照？去哪里？去哪里？你到底在干嘛？去哪里？等一下掉了哦。不要啦，正吃得稳稳妥妥的。时间到了，来去还单哦。揭晓奇迹的一刻，这也不奇迹啊，就漏塞。哎呦，今天在西湖钓虾场2个小时两竿综合尺，我们来看一下多重吧。哎，自己讲自己都觉得很好笑。那我们小生姜是1斤哦，扣掉1斤才1斤10两。天啊，我不想多说，觉得这闹得有点太凄惨了，要去看医生了。快吃了哈、哦。对啊，终于我来试试看他们的汤面。饿很久了呢。饿很久了。没有掉好，还是要吃东西啊。对，我的是炒泡面。等一下，你可以试试看他们的炒泡面。不给你吃，那是我要吃的。不用需要握汤面，没差。今天在西湖钓虾场，虽然一样钓到晒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也是的，整体环境钓起来真的是非常舒服。重点是钓起来的虾子都平均尺寸都超大只，我这个拉力很够，我会很喜欢。记得大家如果要来的话，可以配合他们的活动。来会比较好玩。今天使用的是汤帅手做的浮标，一样是我喜欢的橘头。然后这因为面积很大，所以它在水面上非常清楚明了，不会找不到你的阿波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还有它的涂装是原木色的，就是很素雅，我很喜欢。再来，这次汤帅标师特地拿不起来。特地准备了5个阿波要回馈给观众朋友哦，那一样是随机送啊。那要如何获得呢？首先要先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在这部影片按喜欢，还有分享这部影片在个人的脸书，再来加入汤帅手做的浮标社团。第5，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。第6个，最重要的关键字来了，在这部影片底下留言我要汤帅手做浮标8个字。我们将在1月12号的晚上9点开直播，把阿波送出去哦。我们会3颗送给有留言的观众，2颗送给线上直播的观众。那要如何抽呢？那就线上直播见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在这部影片按喜欢，并且分享我们的影片哦。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叮叮当当。他不是叮叮，是叮当。那叮叮是谁？没有叮叮啊。哦，我一直以为有叮叮。没有啦，叮当而已。哦。